我父亲以前是红军的政治指导员。哦，你跟他很像。这丫头真有眼光，我告诉你，我还真做了几天部队政委，不管的是民兵。老何，哎，来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，你们几个过来。我父亲呢，现在正在为满洲里的建设工作。哦，作为一个政委，您得帮助自己的同行。你们。 只要通关的手续齐备，我这没什么问题。曾教导，我说你们几个人，怎么又把小林师傅给我气跑了？哎，你们知不知道，你们惹了祸，我得去哄他。你别给我添麻烦，好不好啊？曾教导，这事儿不怪我们呢，大伙做错一点事儿，这小子过来就是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，他们可以作证，你们说是不是？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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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就你们几个。 少给我惹麻烦，啊！一定，去去去，干活去吧，干活去吧，走，啊，走吧。哎，我们的货呢，后天以后就能进站，希望你能够让我们的人进站搬运。后天？嗯。哎呀，这可不行，车站最近有紧急任务，闲杂人等哦，就是外人不能进车站，不能进呀，我们怎么办？ 我们真的要急着用这批货。你看这样，你可以通知苏联那方面，让他们提早几天发货。货能早到的话，我倒可能给你帮上忙。那要是货早到的话，我们的人能进站取货吗？哦，你的人，那不能进站，我这也没人给你送过去。哦，班长庆，来来来，我这倒有个人。 景仁的家里边除了这张列车时刻表，我们什么也没找到。这说明什么？敌特想在满洲里车站动手。1286次专列停靠的车站本身就很少，满洲离火车站是其中的一个。我想，他们一定会对这个车站动脑筋的。满洲里车站周围必然有重兵把守，这一点敌特不会不知道。想在这里下手，他们得有重武器才行。要不我没那么大本事，能从海外运来大炮。 他们肯定有别的办法。副队长，在狙击点被军方侦察员打死的特务尸体送过来了，法医正在尸检。我去看看。我回办公室，这个列车表我拿上。小顾，走了。好，来了。
头发颜色和我们也差不多。哎，这几个人除了脖子上的纹身之外，还有什么共同特征吗？没有了。根据初步观察，这几个人应该都是中国人。从他们的胃壁上来判断，他们没有农耕民族的饮食习惯，而跟长期吃肉的蒙古人和俄国人更为接近。中国人，身上有俄罗斯的刺青，而且这些人的皮肤都很白，说明终日不见阳光。 根据这些特征，能下什么结论？我判断他们当中一定有白俄流亡者，他们在国内很显眼，应该先从这儿寻找突破口。越来越聪明，长满洲里所有的俄国人，重点是白俄流亡者。哎，韩冰，怎么才走啊？这两天有点失眠，去药房拿点安定。你要回去是吗？正好顺路捎上你。我这脑子啊，都被乔长君给洗了，什么都记不起来，也什么都说不出来了。看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，我就是好心送你，你想多了，上车吧，啊？那谢谢啊。 咱们说好了，车上不谈工作啊。韩冰，其实我挺羡慕你跟乔正军的。羡慕我们？是啊，你们两个患难与共，这些年一直相互支撑着走过来。 真是太不容易了。那是你不了解我们。如果要是你看我们过上三天的日子啊，就保准不再这么说了。<笑>怎么，神仙眷侣也有吵架拌嘴的时候？<笑>乔长君，他的心思从来就没有放在过日子上，在他的心里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当英雄。 除此之外，什么我的生日、他的生日，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从来都不记得。<笑>你呀、啊，是大小姐的日子过惯了。我们这些打仗出身的大老粗，哪有那么多的讲究？可当年我在嫁给他的时候，他可不是大老粗啊。 怎么回事啊？车陷进去了。 来一点！怎么办呢？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把枪放下！愣着干什么？别管我，都给我上！啊！收！把枪放下！ 不然我一枪打死，放下枪！韩冰，你赶快跑，别管我，快放下枪，听到没有？ 这命还真大，昨天晚上中的毒，今天就没事了。命贱，轻易死不了。哼，大夫说你中的可是剧毒，要不是抢救及时的话，一头牛也毒死了。哼，我是满洲里的神医，全城都知道。那这么说，你是个小神医了？啊？你们俩的事儿啊，查的差不多了，等这边事儿一结束，就放你们出去。好。
司令，你还好吧？没事。别怕，乔长军他们一定会找到我们的。 以最快的速度找到林亚夫。喂，好，乔长军，总部张处长电话。喂，我是乔长军。是。放心吧，我明白了。都听着啊，林亚夫同志掌握着安保小组所有的联系方式。 以及兵力部署，包括这次幺八六次专列所有的安保措施的细则。上级要求我们，24小时之内必须把林亚夫同志给救出来，否则的话，这次幺八六次专列的安保措施将全面的修改，包括平时以林亚夫同志有过接触的同志也要撤出这次行动，都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快，大家行动起来，利用仪器已经确定的情报，马上形成报告。快。上校还说了什么？ 让我想办法，把韩冰也救出来。罗富国，你不是死都不怕吗？这点疼的受不了。你懂个屁！上次跟我这么说话的人已经被我扔到海里喂鲨鱼了。少吓唬老子，满洲里没海，找不着鲨鱼。老子是不怕死。 可死不了，还这么疼的这份罪没受过。小六子还没回来，弄点麻药这么费劲啊！最后带着二小队到这一带，确定分析出来了，不是李亚夫和韩冰的，应该是袭击他们的人的身上的，对方应该有人受伤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忙吧。怎么样？ 干嘛去啊？我去救人呢。你一个人可救不了。哼，那你帮我。你有什么调查方向吗？这不是分析报告已经出来了吗？所以我想查查满洲里所有的医院还有药店，看看他们接受没有受过外伤的人。哎，你说总部还会不会再派人来协助我们工作？ 肯定会的。万一要真来了的话，你帮我抵挡一下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到现在还不敢说明。再耐心等会儿，招待你的人就来了。我会叫你生不如死。<笑>笑话！你这个狗特务，有什么阴招尽管使出来吧。 老子还给你打了十几年仗，整个中国都打下来了，还怕你们这几个打冷枪的货色？我劝你还是安生点吧，别自找不痛快。呸！你这个懦夫，胆小鬼，到现在不敢跟我说句硬气话，啊？你要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不许你们碰他！给你点教训。没事吧你？
大家都是老同志了，也不用我多说。凡是与1864专列相关的所有材料和过去24小时所有的通讯记录、备忘录和已经查到的线索，都要拿出来。我们的情报专家会跟大家一起进行分析。好，那大家去准备整理一下吧。 把他们带回去。 小林师傅在哪儿？在那下面。好，谢谢。小林师傅。小林师傅。 没礼貌！工作的时候不能站在我的头顶。对不起啊，小林师傅。工作的时候不能站在我的头顶。怎么在？我不了解您的习惯。小林师傅，我这儿有一瓶酒，希望你能收下。这个老东西居然敢跟踪我，想坏我的事儿。 你是从哪里弄来的？解放哈尔滨的时候，我的战利品。啊，你是军人啊？曾经是一个神枪手。真的？有机会有时间的话，我一定给小林师傅好好的表演一下。好，好的。好好享用，小林师傅。好，辛苦了。嗯。
好久，啊，好了，干活了。哎，列车安保兵力部署，沿途停靠补给点，还有列车结构图，我需要这三样东西。 我入党11年，有些秘密装进我脑子里，用形式弄出来的。很多被我们抓住的共产党都说过这样的话。我跟他们不一样。是吗？这个人你认识吗？ 我们从西伯利亚战俘营里高价买回来的，华裔德国人。二战期间，他在德国最好的研究机构效力。德国人用的招供药水，就是他发明的。我再给你一点时间考虑，是自己开口，还是让博士帮你？你自己决定。 报警了！火车站的公安马上就来。你是谁？你为什么要闯入我的工作间？你别害怕，我来找你是想给你打听一个人。今天下午给你送酒的那个家伙，他是谁？那个人是车站新来的调度员，他叫班长青。你他妈的少在这跟我废话，按我说的去做就行了。 兄弟，你是要货还是要钱？只要不要命，什么都好商量。早就看你老家伙不简单，那你跟我说实话，今天谁从你那儿买过烟头？那你可惹不起人家。惹得起，惹不起是我的事儿。说不说？只要你要愿意当阎王爷头上拍苍蝇，我不拦你。我说。
天下半天。你为什么不自己找他呢？那少在这跟我废话，按我说的去做就行了，知道吗？你想要我做什么？其实很简单，他让你做什么，他对你说什么，你都告诉我。你不会害我？只要你不骗我。你想要在火车站继续干下去，就老老实实按我说的去做，听见没有？你是公安吗？安保小组的。安保小组干什么的？比公安官大。没有照片，假的。秘密战线都不贴照片。那假的，那说这个，这真的假的？说真的假的？说真的，真的真的，我要帮你办事，不会杀我吧？啊？别动！干什么呢？咱们是自己人，我是安保小组的。安保小组，行得行没？你别在这捣乱啊！我正在抓特务呢。什么特务？一个捡垃圾的老头，其实是个烟贩子，经常在这一带活动。你见没见过？我见过他。见过就行了，跟我走吧。啊，等等，我去叫几个人。来不及了，你跟着我，别走散了啊！哎，好。把枪放下！把他放了。这孩子还不到二十嘛，白白嫩嫩的，你连婚还没结，家里爹妈还等他回去吃饭呢。你不逼我杀了他啊？把枪放下！我是在抓海外的特务，你只不过是个烟贩。你这么做是把自己往绝路上逼，是你们把我逼上绝路的。啊！哎，别乱了啊！放下！不急了，你替我按着伤口，我去开车。好东西，就是你把我的人刺伤的啊！这个伤口处理一下，关起来。是。这份报告帮我整理一下。通讯设备怎么样了？这个接收器的信号有些毛病，我正在修呢。陈法医同志让你写一份通讯设备的报告，交给他。啊，这个我今晚就要。乔良军那边有消息没有？他没有联系我。
对乔长军的办案作风，我还是有些意见。他临走的时候，已经把他单独行动的报告交给组长了。我们也应该理解他一下，毕竟被绑架的人里，还有他的妻子。好，一有乔长军的消息，第一时间告诉我。打开所有对外通讯设备，全力搜索信号。喂，呼叫车站调度。喂，呼叫车站调度。车站调度收到，车站调度收到。乔长军有消息了。喂，葛毅吗？我需要支援。需要什么支援？需要我的身份证明。我现在需要一封借条信。好，我马上去给你开。因为我现在需要抓的一个人呀，在他们的手上呢，我需要对他审问，明白了吗？你在哪？我呀，现在扎莱诺尔派出所门口呢。你呢？给我开一封介绍信，然后派人送过来，同时要给这个派出所打一个电话，证明我的身份。哎，要快啊！韩冰他们呀，已经被抓起来6个多小时了，明白了吗？好，我马上给他们所长打电话。好，这样，你马上给他们打电话，我这就赶过去，这儿就交给你和长春了。有什么消息我会跟你联系。好，肖云杰，走。马上给我接通扎莱诺尔区派出所所长的电话。好。所长，哎，我能去审一审刚被你们抓起来那个人吗？我倒是接到你们安保小组的电话了，可按程序，我得看到你的介绍信才行啊。是，这我知道。哎，您看，这是我的证件。我先审问一下那个人，您在这等介绍信行吗？程序，程序，就是程序啊。这样，您拿着我的枪，还有我的证件，在这等着。安保小组的介绍信一会儿就到了，我先去看看那个人。规定就是规定，我还是不能同意。今天受伤那个孩子，是您的手下吧？他在所里才半年。是个好孩子。是啊，您不希望他这个伤是白白受的吗？我得帮您查清楚啊。跟您说实话，我正在查一个敌特入境的案子，这个人很有可能是特务，给我5分钟的时间，我就能问出来，行吗？介绍信一会儿就到了。好吧，走吧。乔良军，何老同志，这是乔长军的介绍信。好，我马上安排你们审问。情况怎么样？是这样。刚才是谁审讯的你？一个女人，她说一会儿会有刑讯专家来审问我。而且会对我实行药物逼供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你说我能挺过去吗？求求你，放了他吧，救主！你放了他吧，我求求你，救主！你放了他吧，你放了他吧，救主！没人能挺过去。你好像很了解。我见过那种药水。什么时候？乔长军安插在教主身边的第3年，教主开始怀疑他的身份。这个时候对于他来说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可是长军就是不肯离开，直到有人出卖了他。他受过各种酷刑，像这样的药水他也受过几次。可是，教主发现在他身上没有得到什么。慢慢的，就对他开始放松了警惕。后来是我把他的伤医好了，可是到现在，他都仍然还有后遗症。难怪乔长军逃回大陆的时候，我几次审讯他，他都说不清楚自己离开教主之前半年的经历，就是因为这个药物。教主以为长军已经是一个废人，但是他凭借着自己对国家的热爱，
用他惊人的意志力恢复了他的记忆力。他当时说出来的第一个词是中国。他没有办法忘记他的信仰，还有他的党和组织。乔长君犯过一次很大的错误，知道吗？这什么人？我怀疑啊，这个人和教主有关系，而且他知道韩冰他们失踪的下落。他不就是烟土贩子吗？是，林亚夫和韩冰失踪的时候，把对方的一人给打伤了。我就派人把满洲里所有的医院还有药店全都监控了，但是并没有人去那些地方买药，说明这个人是用烟土治的伤。而且这个烟土贩子和周锦荣曾经还有过接触。我要亲自审问他。乔长君曾经误杀过自己的同志，这是你们党组织的秘密，我不能听。我答应过乔长君，是组织秘密，也是我的私事。私事？他杀了一个好人。什么人？是安插在教主身边乔长君的上线。本事不期而然，爱却任其发展。生命可留余地，让我去期盼。满目萧索的心，也似会复燃。我贪恋这一丝波澜。我们都求一场圆满，上天只给了你我一个片段。短暂的交汇，驱散一生的黑暗不褪色，像最亮的光，让遗憾都黯淡。本事不期而然，爱却任其发展。生命可留余地，让我去期盼。满目萧索的心，也似归复燃。我贪恋这一丝波澜。我们都求一场圆满，上天只给了你我一个片段。短暂的交汇，驱散一生的黑暗不褪色，像最亮的光，让遗憾都